文标题，今晚谁是秦？看看历史上那些玩出花的神，操作李大嘴大嘴读史看书地理志中，有一段很有意思的人口普查记录，这应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关于男女比例的数据。扬州二男五女，荆州一男二女，豫州、青州、兖州、并州都是二男三女，雍州三男二女，幽州一男三女，冀州五男三女。如果你穿越了，剩男请去幽州、扬州、荆州，剩女请去冀州、雍州，呵呵。男女比例是一个大问题，尤其是在人口基数大的中国。根据官方数据，截至2018年底，中国大陆总人口接近14亿，其中男性7亿1，女性6亿8。虽然从百分比上看只有2点几的差距，但一乘上庞大的人口数，男性比女性多了3000多万。其实在中国古代，男女比例差距最大的地方是皇宫，不管哪个朝代，男性大臣、御林军只是在皇宫上班，户口不在那儿。至于太监，无法确定性别，不再讨论。直列，一般意义上，皇宫里所有的女人，除了皇帝的亲戚，其他的都是皇帝的女人。女人多了也是麻烦事，今晚谁是妾，就成了摆在每个皇帝面前的大问题。从周朝开始，人们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，并且给出了解决方案。那么周朝的时候，皇帝有多少老婆呢？据《礼记》记载，古者天子后立六宫、三夫人、九嫔、27侍妇、81御妻。意思是说，天子有王后、三位夫人、九位嫔妃、27位侍妇、81位妻子，加起来就有121个各种级别、各种名称的老婆。如果要与陆军沾，就算每个月只轮到一次，皇帝每天要行房4次，皇帝只有精尽人亡一个下场。展开全文，周朝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呢？春秋记载说，惠阴祸吉，名尧心吉，以辟六气。周朝是根据月亮的圆缺按照级别处理的，简单的说，就是从月亮最圆的时候开始，王后一天，三夫人一天，九嫔一天，27侍妇3天，81御妻9天，一轮15天。当月亮由亏到盈的阶段，再按照级别从低到高，九嫔以下依然面临9选1。点背的话，一两年选不到也正常。也有说法是每月初一十五是皇帝休息的日子，这种说法对皇帝来说很人性化，但能分出去的雨露也就更少了。再往后，有的朝代后宫的人数可不是100多，而是再加2个0也打不住。这下子轮上一圈都要好几年，皇帝肩上的担子更重了，皇帝的身体更差了。狼少肉多，成会玩的皇帝开始各种解决方案，各种神操作，上个热搜不成问题。第一个痔疮解决方案的是皇帝是汉元帝刘氏。据《西京杂记》记载，元帝后宫既多，不得常见，乃使画宫图形，按图照性之。出宫人入画宫，多者10万，少者亦不减5万，独王强不肯，遂不得见。女人太多，看不过来，排成队一个个面试也太麻烦，名声也不好听。汉元帝想了个办法，让画师把每个女人的相貌画下来，自己按图所记，结果就出了王昭君这档子事。因为王昭君不肯贿赂画师，所以始终没有得到皇帝的青睐。而当皇帝决定把王昭君送人之后，才发现身边居然藏了个顶级美女，后悔已经来不及了。没有相机的时代真悲哀，不过想想现在各种 PS， 估计还是皇帝被骗的下场。汉元帝的解决方案不咋地，滋生了腐败。第二个陈惠文的皇帝是晋武帝司马炎。
据《晋书·后妃传》记载，始帝多内宠，平吴之后复那孙皓宫人数千，自此夜停代将万人，而病宠者甚重。帝莫之所事，常乘洋车，自其所知，至汴院前，官人来取竹叶插户，以言之扫地，而引地车。因为后宫嫔妃太多，司马炎难以抉择，也懒得抉择，干脆每天傍晚的时候，坐上精心打造的晋朝家常版林肯洋车，在后宫随意行走。洋车停到哪位嫔妃那儿，他就临幸谁。所谓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。女人们为了得到侍寝的机会，脑洞大开，花样百出，有的在门前的青草上做文章，时刻保持青草的鲜嫩，有的从羊的饮食习惯上入手，用盐水撒地，满足羊补充盐分的生理需要。反正一句话，只要能让皇帝的羊车停下，无所不用其极。明代诗人吴伟业在《听女道士遍玉经弹琴歌》写道，羊车望杏芽谁知，青冢凄凉竟如此。这就是羊车望杏的典故。第三个玩出花的皇帝是唐玄宗李隆基。据开元天宝遗事记载，隋帝索性开元末，明皇每至春时，旦暮宴于宫中，使嫔妃捻针插艳花，帝亲捉粉蝶放之，隋帝所指性之，叩阴阳妃宠，最不负此戏也。在唐玄宗专宠杨贵妃之前，他选择女人的方式叫做蝶镜法，在春暖花开的日子，让妃嫔们分散站在花园里，头上插满鲜花，然后放飞一只蝴蝶，蝴蝶停在谁的头上，谁就能得到侍寝皇帝的待遇。于是可想而知，妃嫔们又开始大做文章，诸如头发上抹蜂蜜，鲜花上喷香水，各显神通。如果不是春天，没有蝴蝶和鲜花怎么办？唐玄宗还有其他招数，抓萤火虫法，妃嫔们一起抓萤火虫，以速度取胜，只取第一名。掷骰子法，谁掷出的点数大，谁陪睡。以至于开元年间，后宫的女人把骰子称作媒人，不过估计要进行好几轮才能得出最终的胜负。第四个富有创造力的皇帝是唐敬宗李昶。据冯梦龙的《古今谈概》记载，宝历中帝造纸箭、竹皮弓、纸箭密铸龙麝香墨，每宫嫔群聚，帝射之，中有浓香触体，了无楚害，宫中民风流箭，为之语曰风流箭，中的人人怨。唐敬宗李昶特制了一种纸箭，用纸制作箭头，纸箭头里面包裹着麝香或者龙涎香之类的粉末，然后把嫔妃们叫来排成一队，皇帝再一定居，离之外张弓搭箭，用这种纸箭射他们。因为是纸箭头，所以不会有什么疼痛感，更不会出人命。纸箭头破裂，香粉会粘在身上，谁身上的香粉多，谁就是胜出者。当时这种纸箭被宫中人称为风流箭，妃嫔们都希望自己能被纸箭射中，只有被射中了，才能得到侍寝的机会，才可能有出头之日。好吧，唐敬宗17岁不到就死了，他射风流箭的时候最多也就15、6岁，还是个小屁孩子。看过清宫剧的朋友们肯定对翻牌子这种选妃侍寝的方式不陌生。皇帝吃过晚饭后，太监会端上一个盘子，盘子有数十个刻着妃子姓名的牌子。皇帝如果有想法，就挑出一个牌子让他背面朝上，接着太监就会去安排接下来的事情。如果没有想法就说一声去，那晚上就谁都没戏了。实际上这种方式在明朝就有了，清朝不过是发扬光大而已。还有说法是汉朝已经有了翻牌，子的做法只是细节上不一样。清朝的翻牌子考虑的更加周到，如果嫔妃处在姨妈期，
姓名名牌上就是红头，而处在安全期的妃嫔的姓名牌上面是绿头，所以翻牌有时候也叫翻绿头牌。想起了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这部老电影，其实这属于民间的选妃事情。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